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。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，我们今天6月28日第二节我们共修，继续来阐解金刚经。金刚经所开示的是前世、今世和来世。那前世的因果业报在今世，今世的因果在来生，这个是因果循环，屡报不爽啊。所以末法时期这社会妖孽太多，所以妖言惑众的事情太多，所以造成社会很乱。还好台湾是万教齐发，诸天圣神都来台湾，光降在台湾，守护了台湾人民。所以在庚子年的今年，武汉肺炎来势汹汹，在美国这发布烦恼台湾一定会很严重，没有想到台湾这么平安，世界上最平安的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台湾有宗教观，正确的宗教观，三世因果业报的修行，所以台湾庚子年这么平安，我们要感谢政府的努力和我们百姓的配合以外，我们要感恩天公、诸天圣神、佛菩萨各种宗教的做祈福的法会实际行动，而感应了天神为什么有这个天瘟会这么严重？这都是有因果业报。当人在世界上伤人越多的国家，这个业报是最越严重。所以台湾在这么几十年来一直站在有的被欺负、被瞧不起，但是台湾人民的善良心都感动了上帝、天公、诸天圣神、佛菩萨的怜悯和护佑，终于台湾的平安，台湾平安。
啊，这个是在勉励我们台湾人民因果业报、屡报不爽的因缘果报规律。我希望我们台湾人民，大家继续本着过去的善良心、慈悲心和爱心，来做修行的。 法仪修行，我相信上天、诸天圣神会保佑我们台湾人民的平安。进而进一步，我们用修行的精宝功德来回向祈求，龙天护法保护苍生。 化解人的名扬两界的恩怨情仇的战争，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，值得大家来赞叹和佩服啊！所以我们在端午节，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。 南天门升起叩谢天宫的法会，非常的庄严殊胜。接着我们要继续诵经，《鬼谷先师天德经》有1500万部，在今年的。 农历6月1号开始，到6月6号，深潭水陆大法会来回向，祈求龙天护法来保佑保护地球195个国家的人民，这个能够免受瘟疫的灾情。 能够在世间上多修行，这样的话，大家就可以一起去成就成圣、成神、成佛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维新弟子，大家学习种善因，做修行法仪，一定大家会得到。 好的福报啊！我们现在继续再来看《金刚经》所开示的。今生驼背为何因？问孤啦！前世笑了拜佛人。有的人呐，自以为这个。 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？人家拜在拜佛，接下去呢，就很快的，万一也问姑啊！我们不要笑人家在拜佛，也不要笑人家拜神，在生活事，在十几年前。 有一位老菩萨阿伯早上很早他就用包包提了，饼干水果来大殿，来拜王禅老祖和拜佛，很勤的来，看他跪在那里一跪就1个多小时。 有一天，我就靠近旁边，听他看在讲什么。他在求佛了，求观音菩萨，求老祖保佑他的儿子事业
偏安不止，啊，不要骗人，啊，再求他的，第二又在求他的媳妇，啊，做学校的校长，啊，能够好好教好学生，啊，带好老师，啊，再来，他一直求，大大小小的求，一跪就跪了快两个小时。我好佩服啊，佩服这个老菩萨，啊，他自己没有说求老祖啊、佛啊保佑我身体健康，都没有，他只是啊一心来求保佑他的家人。啊，我问阿婆，啊，你这样求老祖有保佑？有。啊，他们都保佑我，哎，我的孩子孙子，都很乖，啊，都很平安，都很健康，事业都很顺利，哎，啊，所以这个阿婆呢，啊，她表达了，啊，她的心声，这个是在做给我们看，我们不要看阿婆。啊，看不上眼，哎，他是一个大菩萨，哎，阿罗汉的大菩萨呢，啊，他来示现的，所以我们看见人家在求佛、拜神，他的里面内心里面大公无私的祈祷，都会得到感应，哎，会得到佛菩萨的束缚啊。和加持，还有如今年庚子年啊的武汉肺炎，台湾也一直这么的紧张，所以1月13号、13号在宪佛寺天坛啊特意升坛，老祖要我们升坛，点燃10000盏的灯啊来仰仗。33天王，啊，第28天天宫的，啊，光辉王，啊，慈悲来这消灾化解，解冤释结，所以我们1月13日在天坛每天诵经，每天一直诵经供养，然后发动所有的维新弟子、和会大众。在各自的家里，啊，认真的恭诵《天德经》，啊，来做消灾化解、文殊，啊的依法修行，然后呢，啊，要在2月19日要达到400万步、480万步，结果到是2月19日只有400万步。还缺少80万步，啊，所以疫情没有完全能够控制，啊，那我们就所有维新弟子，大家努力再送再送，啊，再求啊玉皇大帝啊引我维新弟子，大家嘞，啊，到3月3日玄天上帝的圣诞日，3月3日来交旨，后来答应我们了，啊，我们大家认真的诵经，啊，认真诵，到了3月1日，就已经突破480万步，进到567万步的功德天，疫情就台湾零确诊了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的用心和爱心，大公无私的祈祷，啊，上天一定会满我们的愿。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的修行平台，就是在平时在家修行，功德一样哎。啊，所以我们
有这个心来为全民来祈祷，上天会满我们的愿。这也是各位同学们种下很好的善因，啊，必定会有善果。善果就是台湾平安，世界和平啊啦。好了，接下来，啊，今生驼背为何因呢？这孝人家拜佛。啊，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在台湾，我不顾人家怎么讲，我们的贤士同学们在家认真的诵经。有的人说：“哎，干不好，不好，你得卖，你得卖凶嘛。”啊，不好，你得卖凶。啊，你要有认真凶，自然就有好嘛。结果有好啊，你们很了不起耶，很伟大耶，啊，所以那平时看人家在修行，那做不到，话不要乱讲，你话乱讲，也许我们身边有神明，有那的祖先守护神。啊，也给人修理，哈哈，所以这点呢，咱爱注意啊。好，我们就继续来为世界啊天恩来修行，继续诵经来回向，啊。啊，今生缺手为何因？这世人是安那个欠手，生出来煞无手啊，一定有原因呐、啊。好、啊，这是前世都是造业人，今世人都用手来做业，太人放火抢劫，啊，拢是用了两只手。来造业，做一挂罪业，所以投胎转世出来，啊，身体就会缺两只手，嘿，有原因呢。在医学上就是遗传基因，啊，为什么没有遗传基因？有的有隔代遗传，这个要从佛法来看待。啊、哦，所以王禅老祖告诉我们，开示我们三世因果这部经啊，一定要诵，一定要修，可以防患于未然，以其无所生，你就是佛的成佛的境界了啦。啊、哦，所以啊、我们。尽管我们依法修行，依教奉行，人家怎么笑，哎，也代志。我们不要笑人家。哎呀，你想要经那有啥卵用？啊，这让我想起来，啊，在20年前了啦，啊，我们水陆法会，我都鼓励大家要诵经。我们一位。啊，这个同修弟子啊，啊，他呢就不以为然，说：“哎呀，老师啊，送那些读遐尔，那有啥路用啊？我有你读得着啊？啊，我这未愿读嘞，我未愿读，啊，过无偌久嘞，开始嘞，也吹口皮皮喘，啊，吹口皮皮喘嘞。”我们在这里也是共修。哎，老师，我是你哪呢？没啦，
无啦，啊无，啊现在有都有啊，都无，啊皮皮穿，我记得你叫人家诵经哦，无啦，我凊彩讲讲的尔啦，凊彩讲讲的，你的守护神、祖先都给你修理啊。啊，到处找医生没有用。啊，你忏悔，还是关，改不了。后来吹口皮皮喘，喘个死翘翘。这是有业报哎，不是没有业报哎。啊，人家在诵经，在为大家祈福。为国修道，为民来祈福，你呢在后面说风凉话，在求人，不要因果业报一点也出来嘛。啊，这是发生在咱生活之下所当到的问题。啊，大家爱注意，人家在诵经，我们就敢赞叹。你有功德，人家来读易经，你爱给他赞叹，以有那个福报，啊，你也功德；人家来学风水学，啊，你爱给他赞叹，啊，你给他佩服、鼓励，啊，那么你一定有福报的啊。啊，那无咧，大家讲有诶无诶？我们台湾很多宗教。啊，尤其台湾维新圣教是新兴的宗教，在整个的修行的过程，37年哦，啊，我知影也读得真多，啊，不同门派的人，他们会来嘲笑我们，但是我不怕，我是大公无私的祈祷，希望将妙法传给大家，家家户户的平安。啊，家家户户的和谐，啊，那你笑我是你的事情，所以笑我卡笑的人，今晚闹大姐的祸没有啊？啊，所以我们同修，你学到道，只要为国修道，为人类来祈福，啊，这个法门一定会得到上天。的赞赏啊！希望各位同修要有这个眼见，否则的话，你们在学道啊，自己要把它修好啊！你看人家在学，不要笑人家，你敢笑啊？你并不代表讲咱是作搞的人啊！啊，这条爱注意，嘿，啊，这今生缺口为何因？这世人嘴啊无嘴，啊是安尼嘴一撮撮啊，就是遐嘴，啊，迄是啥原因？啊，这前生前世啊，淬灭佛前一灯。佛前的灯，啊，佛前灯，不要随随便便用嘴去喷，你要去吹掉佛前的灯，要注意，咱的嘴会出问题。啊，来生，啊，咱嘴会出问题。那么佛前的灯、蜡烛灯，你可以用很干净的啊，那些片物件给砍了，那就没有事啊。所以这个也是修行的细节啊。啊，唯愿各位同修，大家要注意啊，不要随随便便用水去喷。佛前的灯，
那无咧，咱嘴会起故障，各位要注意，祝福各位。各位维新贤士同修，三字因果经都是针对人来开示的，也是我们修行的上圣心华啊。这个有的人说，哎呀老师啊，修行怎么样才叫修行？平时一言一行啊，就是修行啊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就是修行。尤其我们的口是给人家带来希望，给人带来生命的活力。有的人出口就骂人，出口就造谣是非啊，出口就东家长西家短，这种人啊是非常不好的行为啊。曾经那鲁觉两个早期弟子啊，夫妻晚上吵架啊，吵架的打电话到我家里来，三点多，老婆啊就给他打通，他的先生啊载女朋友去买菜，而他先生呢就说，老婆呢和人载去买菜，哦，两个吵架，吵到五点多快六点了，也累了。然后老师，现在了，你睡觉了，我也要睡觉了。查啊，套诈钱，我问你到底什么原因？想跟你讲的，一个某某人跟我讲的，啊，有跟先生造谣，跟老婆造谣，弄成夫妻打架，反目成仇。所以第二天早上我，你叫某某人来，啊，我问过清楚。某某人来了，我听人讲，我亲自讲讲，伊也要甲听哦。啊，有够夭寿！亲自讲讲诶，无事实诶，造谣。亲自讲讲诶，你也要甲听哦。哦，这个社会上这样的几人，这都是老祖叫他修口。修口业，不要乱讲话，无中生有，会害死人呢。啊，所以我们社会上很多很多这种造谣生是非啊，那么我们没有主张，也就跳进去了。那么王禅老祖传给我们一个妙法《易经》，可以用卜卦，他说的话是真是假，卦一占出来就可以了了分明。啊，应爻是指造谣是非说话的人。啊，应爻啊，他是空王，说的话是不真的。是假的，应爻带破，
胡说八道，硬要化退神，讲话不负责任，硬要带修穷，没有智慧，硬要化绝，没有路可走，硬要化破，这是神经有问题，神经偏。所以你用一马上可以占卦，就可以了了分明啊，才不会被骗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世间上，常常碰到的人，一些口业不修、乱讲话的人，太多太多了。那么跟着我们和在一起，我们也跟着跳进去，所以业障一大堆，罪业一大堆，你要怪谁？所以老祖教我们易经，可以了了分明，可以判断，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你可以帮助他人嘛。这一点呢，大家要记住，今生哑巴，操女郎为何音？聋了就哑巴听不到，为何音？前世恶合骂双亲，恶靠骂北部，现在社会上很多，在几年前，有一位女菩萨来给他导几门课、几门考，完他的儿子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了，就骂妈妈没有水准，他能到美国去是他替人洗衣服，赚钱给他去美国去读书，结果回来了骂母亲没有水准，没有受教育，妈妈听了伤心的为他自杀，要自杀前呢先跑到仙佛寺坐车子从新竹一直搬到这里来，换那个公车来到这仙佛寺，老我讲因的囝怎么样？我说现在社会上的这坏习惯，那么你养他、栽培他，他不能报恩，一定会有恶报，你放心好了。你自己要活，你还有儿子要照顾，所以他这个儿子呢非常的不孝，骂妈妈没有智慧、没有水准、没有读书，讲话怎么样，我紧紧连累给这个儿子开始会跌入谷底呀、会有业报的，你的祖先会给他处罚。我老师没啥人处罚，没有给他处罚呢。我不是你讲的不能处罚，你的祖先都在身边，会给他处罚。不行啦，我你跪啦，我要给他跪，讲求我的祖先不要处罚他。你看，做妈妈的都伟大，都慈悲的。结果还不到一年，他儿子回来了，回来国内找无工课，无人爱请，他的祖先拢啊冻掉呀，到最后来，他这位老菩萨呢，又来仙佛寺了，我恁囝呾呢，也无头路啊，在家里拢秘掉了，我要端饭回家。
哦，一个骂你哦，我也不敢骂了啦。哎，你的祖先都该处罚啦，啊，让他几乎快当哑巴去啊。哦，所以那哪个拢有守护神呢？守护神的，咱的祖先都是孙膑啦。啊，社会上很多是这样的，啊，让孩子去到国外留学了。 喝到一点洋墨水，回来就瞧不起，养他，啊，栽培他，啊的双亲，啊骂双亲，太没有道理，没有天理了啦。啊，又曾经我在做测量，在东市的时候。 啊，在一家啊有钱人的家，啊看到墙上啊挂了一个生日人家给他的70岁啊贺祝贺的中堂，啊上面呢啊这个老人家呢，他笔拿起来写了，大学大不孝。 中学中不孝，小学不孝，没有读书的最孝。我为啥你拿来讲？有时啊，啊，伊四个囝，三个拢去美国，啊，出去了就不想回来了，不想回来没有关系，他连生病也不回来看一下。 啊，连他的老婆、妈妈他死了，啊，这孩子也不回来祭拜，啊，而且他的70岁生日，孩子都没有回来，只有啊老大没有读书的，啊，在家里守护着他，照顾着他。 所以现在社会上生活形态已经变了，啊，年轻人一代孝道都也变了，所以你们要栽培孩子出去，可以栽培，但是品德教育非常重要，没有品，没有德，栽培读再好的书也没有用。 所以品德教育非常的重要。啊，刚才我说的那一位骂他妈妈没有水准的，啊，那么后来他儿子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啊，就开始失业，开始呢，啊，喝酒。 弄得不像人，做妈妈的到处求神拜佛，能够原谅他。我说孩子自己不忏悔，你原谅没有用，原谅不了，一定要他有忏悔。所以各位同修，啊，你们要栽培孩子到国外去。 先要讲清楚，啊，不要把外国人的坏习惯让文化带回来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还是重视伦理，所以世界四大文明，只有中华民族的文明没有灭，其他的灭掉了。 啊，所以这个事情，希望各位同学们，啊，大家要有警惕呀，啊，否则的话。
我们对孩子没有讲清楚，没有说明白，啊，到时候呢，你怪三怪四也没有用，是自己缺乏教育而发生的恶果。啊，在今生眼明为何因？眼睛很明亮的为何因？前世啊，所有啊，这个要点佛灯，用油来点佛灯。讲到这里呢，我想起来，我现在眼睛一直老，一直花了，可能佛灯没有点清，没点明啊。啊，那我现在就要开始认真在佛前来把油灯点磨发清嘞。哦，你哪一样？啊，那么佛法对我们的教育啊，是用在日常生活之中。啊，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，因果一直循环呐。啊，所以这个今生呢，眼明为何因？目睭瞎了后。啊，前生呢，前世所有所得点的油灯啊，来拜佛啊，所以我们这里啊，油灯，你们点油灯来拜佛啊，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啊。我们为什么要点油灯来供佛？这个也是在供养我们的列祖列宗之祖灵，也在供养我们的冤亲债主啊，找到正确的明灯方向啊，一同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，这个是点油灯，是这个道理啊。啊，今生啊，瞎眼为何因呢？前面是啥原因呢？啊，前世啊，这个主错主路不分明。同修啊，啊，你们已经学了人家的方向，要投资事情该做不该做，该为不该为，你一定爱很清楚的指点人家，无后世人咱会痴迷。我们指人的主路不分明啊，是若是你不学道不修行，你给人家指的路指错了，还是要负因果。哎，所以因果的循环啊，屡报不爽啊，这同修呢，我们要注意啊，那尤其大家有机会学到易经了，学到风水学了，啊，方向还有宗教祈福的方向，怎么来祈福？啊，我们都有法仪呀，啊，啊，今生所挂为何因呐？这些人就挂是什么原因呢？啊，前世轻贱丈夫身啊，这一生会守寡是啥原因呢？佛法所开示的前世轻贱丈夫身啊，对老公未讲真正尊敬，啊，未互相相尊敬。啊，糟蹋了轻贱丈夫身啊，这个是有因果的啊，所以啊，现在守寡啊是让人同情啊，我们要自己要反省啊，你三世因果经佛说的，不是谁说的，佛所说的
因果经，啊，所以现在我们趁着还夫妻还感情不错，啊，我们要相互的尊敬，啊，相互的相爱，啊，那曾经我们有一位啊的夫妻，一对夫妻，啊，那老婆呢，啊，她家里很有钱，啊，老公呢，啊，很有才华，啊，那老婆呢，就对老公非常非常的没有礼貌，常常啊笑老公，啊，老公呢，啊，他也是也有自卑感，啊，所以两个呢，啊，就有一个姻缘呢，来到仙佛寺，啊，傍晚了，啊，我们在问事，啊，老婆来问，啊，问到他先生，他嫁了这位先生，啊，怎么样？啊，怎么样？啊，那么老公呢，也跟着说老婆很凶，啊，我都讲。那个老婆说，女人啊，你再有钱啊，再有势力，老公他永远是老公啊，你因为你放着没算上边。他这个老婆呢突然间愣住了，师父，秀云郎恭维那下错了，我就是这样，这是佛法的世间，人爱互相相尊重。啊，你偌敖，啊，你放着都未算上边。哦，那阿姨的坐到旁边坐的椅子坐的要窜。啊，换老公呢？阿姨的好像是哦，似乎骂替他出了一口气，我你满面欢喜。啊，你查甫偌敖嘞，你嘛未生囝。啊，两个哈，老师啊，你安尼讲，对啊，阿阿婆就互相相尊重嘛。啊，两夫妻嘞，哈头海海嘞，手牵咧转去啊，从此以后再来，手牵手，讲老师，谢谢。我某这样搞足照顾的，哎呦，谢谢我翁，这么搞足疼足疼惜的。啊，所以啊，老公就要选地方的乡镇长。我安尼老公啊，你有迄、那个啊，有迄个资格合作乡镇长啊。啊，你做老婆咧，啊，有这个资格。做镇长夫人啊，好人受人尊重。啊，果然那一届呢，啊，选镇长，啊，选上了高票。啊，夫妻呢，就很欢喜啊。我夫妻贫贱百事哀，夫妻本来就是有约而来啊，而不是来世间相互的。挑剔啊啦，所以各位同修，啊，家和万事兴啊，啊，家不和万事穷，这个道理也是三世因果哎，啊，希望各位同修们，啊，大家呢以物引物，啊，大家可以重新过了一个非常非常和谐幸福的家庭。啊，那我们来生在天上界、极乐世界，在那边会面、见面，一起成佛回去了啦！祝福各位，阿弥陀佛。